女士先生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Good morning and Happy New Year of the Rabbit。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第19届台北国际书展，也欢迎这59个国家跟地区参展的出版商。各位都知道，阅读是人类心灵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种。透过阅读，我们可以跟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的作者呢进行心灵的交流。也因为这样，尤其是中文的图书，在全球每天有近3000万人在学习中文的此刻，阅读的推广更为重要。从10年前我开始担任台北市长之后，就非常积极的想把台北市变成世界华文的出版中心。实际上，各位都注意到，许多在海外的作家都愿意到台北来出版他们的图书，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水准高，市场大，而且呢有很好的编辑人才，这是中华民国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软实力。各位都记得西元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，他的得奖作品《灵山：一个人的圣经》就是在台北出版的。我出版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，可见呢，许多海外的作家都愿意选择台北作为出版的地点。我在2001年的时候访问马来西亚，特别跟当地的华文作家举行早餐会，结果发现他们对台北出版界的熟悉远超过我，因为他们都常常在台北出版他们的著作。最近10年来，华文世界的领域越来越大，而且越来越有趣。各位都知道，香港有一个杂志周刊，每一期都会在它最后面公布8个，应该算10个华文城市他们的这个排行榜，就是 non-fiction 非小说类的排行榜，包括台北、香港、吉隆坡、新加坡，大陆的则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加上重庆、成都。而有趣的是，10年前大陆的这个出版物完全看不到台湾的出版物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就拿最近一期的，我们看到北京、上海有巨流和齐邦媛教授的作品，有蔡康永的作品，有朱天心的作品，那么东南亚呢也有刘墉的作品，这些都显示出来华文世界呢开始密集的互动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办这个书展，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。事实上，我们虽然大陆上看得到台湾的书，但是双方在出版方面呢还没有正式签订协议。各位都知道，以2009年来讲，台湾出版了4万多种图书 titles， 大陆呢是出版了16万多种，大概是台湾的4倍，但是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56倍，所以说台湾的出版力呢是等于大陆的14倍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。因此我们希望我们新闻局文件会能够就出版物、出版商跟大陆进行交流呢，作为以后我们跟他讨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题目。所以台北国际书展不但能够让我们的书进入许多读者的家庭，全世界华文读者的家庭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台湾的价值观念也能够逐渐的向这些人来传播，这个对于台湾未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中华文化领航者角色极为重要。最后我要祝福这次书展顺利成功，我等一会儿也会去拜访许多的摊位，并且采购我喜欢看的书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书、多看书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书香社会。国会议员到中华民国来，并且带来他们国家元首给我的礼物，
不丹是一个非常重视幸福的国家，它不用GDP gross domestic 这个productive product， 它用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， 就是幸福指数，它也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。我们希望多向它取经，学习怎么样能够把经济成长跟其他的建设呢变成幸福的成果。谢谢，谢谢报告。